主席、洪副院长、各位委员、我们新闻界的朋友、各位亲爱的朋友，杨琼英发言。今天首先本席要针对这最近这一段时间，食台湾人说“民以食为天”，食在安心吗？食在安心吗？我们看到最近从来一个毒淀粉开始，导致我们所有的冰品业大受影响。我们又看到来自一个酱油事件，又让我们所有的龟咖啦。哦，我们的翅膀啦、啊，哦，这些都大受影响，卤肉卤味都大受影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又来一个小泡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讶异。在这么资深的一个模范生当中，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不免要怀疑说，到底台湾我们目前实在安心吗？那么讲到这里，我们更要有责任的要求我们的政府应该要重罚黑心业者，而且要加强的来追查这一个代位球场，让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安心。而且最重要的，本席强烈要求我们的相关机关单位应该在第一时间举发发现的时候，就要通令给各县市政府，由我们的组织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告知给民众哪一些是安全的，哪一些是不安全的，不应当如此拖延战术的让民众实在不安心。所以第一个，速度方面应该透过组织在时间内，最短的时间内让民众能够安心。第二个，要严罚这些黑心业者。第三个，万一有民众真正有受苦的时候，应该政府要依消基法的一个条文能够代位球场，让民众真正安心，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美丽的宝岛我们的台湾每一天都是实在安心。同时在这边我要特别的感谢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团以及我们的朝野立委，特别是我市级的立委以及市政府的努力，我们终于在上个礼拜协商完成，也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就诚如龙部长所说的，推动中部地区文化动能的热量，我们绝对是分毫不能有差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我们艺术文化设置中心的条例里头增加我们台中国家歌剧院，换句话说，往后在台北有两厅院，在台中有台中国家歌剧院，在南部有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北中南的一个均衡，带动整个台湾人的文化水准的一个提升。所以本席在这边要特别的再一次的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大家的努力让我们的文化往前再进一步，也欢迎大家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文化飨宴。